天女委员的感情问题，我们不想智慧，可是不要把焦点放在他的外遇的这个事情，而是他外遇的对象他的身份是什么，赵天女委员到底有没有泄密，其实这个才是大家关切的，因为他们的关系如此的密切，我们要怎么样去防止这个部分。之前他们想要订定这样的条款，我想应该被约束的是他们。先查泄密的是谁？请黄曙光出来。我会觉得就是各国防委员会的这个绿委，他们就是管不住下半身，就跟他们讲一下。因为有可能泄密的，现在他们的几率最高，所以请黄曙光出来说明清楚，然后顺便也把整体的调查清楚。那赵天女委员回立标了吗？他说你泄密之后，他现在把自己搞这样。我怎么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？要你退选。辛苦辛苦。退选的理由是什么？他们说你会担心你会泄密，他们一样说你是卖国、欸，他们一样是这样。对，他的泄密是什么？请黄曙光出来讲。